的人呐、啊！你已经失败，还叫别人下去，操你的！所以就大概懂了吧？我知道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开啦！你们不开？我按错了。哎、欸，透明人羞羞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你们要拉了，要让秀过去，要让秀过去。好了，等下，等下，好好，啊、等下，等下，哇！你为什么要放生我呢？自己带楼去玩。哎、欸，对不起。你丢去哪？好了吗？这个我捡不到。等下，等下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再看那个那一盘肉。好了，好。好，蘑菇。好，好，你拿到了，你拿得到，你拿得到了。哎、欸，晒啦！好，我洗碗。这个拿不到，正在想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急。你拿，你拿，你拿，我洗碗。还不用切哦，你要切、啊。没关系，先切起来放。走开！我没有那么多盘子给你。哎、欸，不要不要站了，不要站了，不要站了，不要站了。你等一下，直接拿秀秀装好的，直接去装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菜了，这样比较快。等一下，你帮我们冲，先帮秀，先帮秀，快先帮秀，放开，先帮秀。嗯，哎，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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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直接拿那个秀的盘子过去就好了、啊，你们平底锅这样也。就你洗个碗。哎、欸，不用哎。哎、欸欸，丢过来，丢过去是，哎呦！秀来，秀来，秀来！哎、欸，好了，你们可以移动位置了。走开！哇，叫人家走开欸！哎，可以让我过去吗？哟，你怎么敢在上面啊，秀？对，我那么危险的人，你也敢在我上面？你给我看，你敢？你怎么敢给他在呀、啊？可以带我们，可以带我们啊！冲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先早点讲嘛。我在洗盘子哦，都快去。就进步很快，哎，那是要被捏，靠你妈的嘞！走了，秀秀。秀秀走了。好。你拿盘子，你拿盘子。看你，我看你静静的看你们玩。我真的就真的是静静的看你装逼耶、欸！干叫你拿盘子，你只要拿锅子哦。他就是要修起来没？不是你拿盘子直接去抓吗？修起来了啦！哇、wow, ，猫咪！哎、欸，像那个人说秀秀进步很快啊，前两天的表现点点点。我看到了，跟我这样。这需要练习呀、啊。我们的凯文呢？啊，要依序啊，要再挑战吗？一次好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。舌头。依序哦。舌头。依序哦。舌头。依序哦。不要。欸、要切菜要讲哦。哎、欸，秀，你帮忙弄一下，你会咬吗？蘑菇，蘑菇，蘑菇。我靠！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好，我来了。啊、秀，你不是说你会？可是他会，可是我不弄，怎样啊？咬我、啊，笨蛋！我没有。一须哦，一须哦。摘蘑菇。哎、欸，好。等一下，你不要乱玩摇杆，拜托你了，我求。你这样会送错，文宇啊！
重来吧，重来吧，认真，我认真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会啦，八四就好了，八单呢、欸，我们后面就不要管他了嘛。不是，刚刚速度太慢了。秀，你要控制，你控制秀，给我这干嘛？这样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给他们用。好了，那再就是，哎、欸，你们移一下位置，你们可以移位置了。去旁边。你去哪？我移了，我移了，我移了。好，好，好。继续哦。哎、欸，哎呀。干嘛？你快点，我要等你。卡住。想烧厨房吧？好好好，回来回来回来，秀，快洗盘子。你可不可以先煮啊？哦，我想说你叫我洗盘子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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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洗。听话哦。你是怎么下去？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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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了，开船喽。继续哦，鲜牛肉，你直接放。哎哎哎哎哎哎，拿出去拿起来，先拿起来。肉肉的这个，番茄，那再来不用了吧？好，先让我们过去吧。感谢你，你真的是很敢哎、欸，蘑菇。你的番茄挡在那边，你看呐、啊！考验你的技术。哎呦！走了走了走了！晚安。感谢琉璃超级的小气点，等一下，小气点。哦抖内啦，对不起啦，那个香菇，感谢感谢琉璃，哎、欸，还有肉还在这边，你这样，啊、好了吗？你们好了吗？这次叫的比较小声。我操！哎，我你哇靠！你是不是逼人家叫你才爽啊你？个人个人很贱哦。他走了，没有。刚刚我以为秀秀拿起盘子，结果他没拿到。我的洗盘子，你要洗多久啊？还没洗完呢、啊。崩溃精太多了啦，有时候开太长，精华剪不。他剪两次。台湾，台湾喽。你们想要先玩哪一个？这个。那个是只有一星的意思吗？这个好了，这个厨房看起来比较和谐，和谐和善吧。哦，对不起，比较舒服。啥？我没看到，这干嘛？这啥？你是煮那个、啊、鱼？给我鱼，给我鱼，嗯、对面的鱼。我们也有鱼啊。哦，不是虾子啊，想错了。哦，虾子在。在我们这。
剁完了、啊，那个剁完了，不是啦，你的后面也可以剁。等一下啦，我看他有现成的嘛，给我肉剁好的肉给我。鱼，哎、欸、你，我要什么？我要肉啦。哎、欸，真龙，哎、欸、你那边可以送餐啊，傻了、哦，真龙拿去拿去蒸啊，没了，还我，你先给我，你去拿你去接，哎、欸、这还你。什么东西还我？这是还没熟的、哦，还没啊？还没熟给我干嘛了？我们要蒸啊！他刚交换了呢，你看又换了。这给你啊，不行，啊、他们拿不到。我洗盘子。盘子给你。哎、欸，那个可以好了，那个好，给你们。哦，送餐，先送。好，我来。你也走。哇，我给你过了。放了进去了，哎、欸，盘子拿走，这还你。盘子还，盘子不要放地上啊，还我们啊！盘子还我，闭嘴啦，臭沙发，气死我了！哎、欸，快点，盘子，我靠！你妈呀，臭三八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拿去，看来你这个臭三八。需要面粉呢、啊？面粉，丢过去，就丢过去，丢！我靠，不行，有桌子在，不行啊！桌子上有盘子在啦，先拿下来。拿起来，你盘子先拿起来。我拿，超吃了。主餐，拿走啊！切！主餐。还我们！不是这。动错了啦！面粉，给个面粉。包谷，他，和你，哇！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就留到哦，也不是。拿走，谢。对不对？你是这样等他？哎、欸，你不要放过去啊！你放还回来。不会啊，他不会那个啊，哦、他自己还拿得到啊！哎呦，啊、然后你送错了。萝卜，我们要照顺序啊。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刚是送错哎、欸，完全没有要那道菜啊。好。萝卜鸡，现在都要萝卜虾，不要蒸，不要蒸。但是要萝卜虾，哎、欸，也要蒸哦，但没有东西用。拿起。完了，我拿不出。要不要重来？我重来。我怎么那么贱呐、啊？这只熊猫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你要灭火筒吗？我有，你没有。他们炫耀说我有，天哪！面粉，空盘子啦！面粉啦！面粉拿走啦，小熊猫！你还把空盘子上去，我就说，哎，痛菜啊，熊猫！哦，没事，那个没有，对不起，这次是对的，对不起，给我面粉，熊猫可以给我面粉吗？熊猫，给我红萝卜好吗？红萝卜在你们那。红萝卜的，哎、欸，这种这，我，猫好可怜哦，做对也被骂。啊我，靠呀，你太行了，走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蒸好就放在蒸笼旁边就好了哦。蒸好就放在蒸笼旁边什么意思？那蒸笼旁，哎呦，好可爱哦！我靠，好可爱哦！蒸笼旁边，哎、欸，可是它的另外颜色是红色，不是吗？你那个，我、哦、那个是章鱼啊。不是，好可爱。有一个也是外星人，是色的。真的，对不起，好像是。对不起。傻眼。然后你蒸笼旁边有两个位置可以放，他一走的话就可以端菜出去。Hello。
给我面粉。面粉，面粉。赞哦！再来，再来，你怎么放那边？丢不进去，我刚刚是用丢进去的。后三八。算了。放旁边，对啊，放旁边背着吧。鸭子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拿错盘了！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放蒸笼里？那是、啊。哎、欸，再来，再来，真的啊！他刚在左右摇摆呢。好好，哎、欸，这还你们，这锅还你们。哎、欸，我要鱼，拿不起，算了。粉盘子有吗？那边给我一个。哦，没事没事，那好了。哟，就快快快笑快！咻咻咻！快快咻咻！天哪，我每次都要这种鸭子吗？走开！嗯，哎、欸，过空碟子，等一下去装鱼好不好？乖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感情的付出不是这些。他跑掉了，鱼在下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咻咻咻咻咻咻！快快快，盘子盘子盘子拿走。哎、欸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哎、欸，面粉什么意思？就是高高的面粉，面粉，面粉。你们拿回来干嘛？面粉，起来，面粉，快点，不是那个，你放啥？你们，你们搞拿不到了。哈哈张盘，张盘，张盘，你碗去放左边，你放我们这边干嘛？鱼要出了，鱼该出了，鱼该出了。装起来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啊哇，面粉！起不起来？啊、去了，放这边好了。还没，还没。拿错了，等一下。哎，你们这个餐厅卫生有点问题呀、啊。这食材都在地上。不会啦。给你，给你。快点，快点！盘子拿起来，等一下就上了。不是啦。拿起。送菜，你在旋转，给我旋转跳跃，虾子，我靠，萝卜，一言不合就丢的，我靠，你说你要啊，我要啊，给我啊，现在给我啊，哎、欸，萝卜，拿走，嘲讽盘子。真空完可以拿走了。好的，那个还没好，过去了。好的，盘子，虾子，哇，送不到。哎、欸，他们给他们，先给你，先给你。笑笑，哎、欸，还我们那个蒸锅。哦。哦，哎、欸，你刚刚放在鱼上，老板？不是啊，刚刚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吃鱼在干嘛？你喝醉了、哦？不是，你们空盘子不拿走，在那边占位置冲啥嘞？哇操！你刚刚也没有放啊！你们凶屁哦！你刚刚绕圈圈，我骂你吗？你刚才没绕圈圈，我骂你吗？你说啊！你就说那怎？哎、欸，拿起来，笑笑啊！再给你，快点！有没有旋转跳跃嘞？我凶你了吗？有，我没有啊，我只说那个。你多凶！你都配得很好，可是我们也过了啊。重点是我们过了啊，所以我们才那么吵，就像神经病一样。嗯。好好。大家都抽风了，都抽风了。哼，吵架才是正常的。起来啊！这现实开不起来，你不要想了。
一言不合的开走了我们。哇哦，这个是过得去吗？中间那个应该可以过去吧，有两个点点。好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哎，意大利，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，先煮意大利面，那个两只牙齿的，两只牙齿，肉给我，肉给我，嫌弃啊，没嫌弃啊，嫌弃良母哎，哇，哇。给你这个啦。那等一下，我带盘子过去。面好了。怎么过去啊？这样哦。走的。干完了，我觉得这关不适合秀哎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给你啊，给你啊，你要就给你嘛。干什么嘛？问你啊。快哦，我快哦！问你啊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问你啊，你干嘛？他为什么会让我一直掉下去？哎、欸，对不起啊、哦，有水鬼吧？水鬼，你是季节到了。哎、欸，去洗盘，去洗盘，秀秀拿过来这边，这边很安全。有哥哥在。哈？嗯？不要不要增加障碍物，拜托。哎、欸，这干嘛？要切的，哇！哇哇！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好，好晕哦！哎、啊，快走，快走，趁现在，趁现在，趁现在！这是好屌！哎，盘子嘞？面面面面面，番茄，番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恶心哦！好不舒服！盘子这里，这里。小啦！哎、欸，这个没有煮啊！盘子洗好了，盘子洗好了，过来拿，过来拿。弄你，弄你，弄。好饿，我天哪！完了，感觉快结束了。我操！我的面为什么叠在这个上面啊？我怎么要完了？坏掉了！坏掉了！啊！不要玩了，认真点工作啊！有啦，就面坏掉了哈！我的面坏掉了，坏掉了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修好了修好了修好了，这磕头啊！要蘑菇！哎哎哎，秀你过来，你去哪里？秀！嘿。炒番茄，炒番茄，继续煮，继续煮，煮那个，煮意大利面，煮意大利面。我煮，一直煮，一直煮啊！装番茄的那个。哎、欸，啊，盘子。怎么差一个坚果、啊？秀秀、等一下，可以告诉我。有人拉我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讲那么恐怖了。起来了！哇、欸、哇！正常了哎、欸，开心哦、喔欸！快点煮蘑菇，煮蘑菇，要缺蘑菇。挡住了老板！哎呦，在等端菜吼。哎、欸欸，我在这边呢、欸。下。那、啊、怎么？等一下，看自己飞起来。我要怎么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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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可以直接下去啦。哦。那我现在干嘛？天哪、啊，我东西没带到。走回去啊。洗一下锅子。我要拿面了，我要拿面了，我要拿面了，我要拿面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少一个锅子？啊，就刚刚下面呢、啊。会有鱼啊！哎、欸，给面，给面，给面！哎、欸，全丢！哎、欸，不行，不能用丢的，你用放的空白键。我可以丢，我可以丢。好，你丢，你丢。楼上还有一个锅子啊！哎、欸，不见了。在下面，它飞下来了。锅子飞下来哦。对对对，他刚飞下来的。哎、欸，没有切东西啊，没有切东西，认真。切东西在下面。碗还有什么？碗的在哪里啊？番茄。哎、欸。走，装意大利面，装意大利面。我要拿平底锅，拿平底。我操！嗯，卡住了。拿这边的，拿这边的平底锅。还有碗，还有盘子吗？
哦，这里有一桶面，已经好了啊。对啊，啊盘子，就没盘子，我没看到盘子啊。现在才，哎、欸、他，我刚洗的。熊猫在玩虾、啊，不是我拿不起来，没有吃东西啊，我拿不起虾子，他不让我拿。哎、欸，过来、欸，就是我透明的一直拉着你，一直想吓我，快拉我，想吓我啊！哎、欸，你们过了耶？对啊，看一下哈，好，分的时候。有人在拉我。没有。有人在拉我。你要拉我。这种日子不要讲这么可怕的话啊、哦。六只狮子都好吃，因为我们很厉害、啊。没有。因为我看攻略。哎、欸，应该是滑的了吧？滑的了吧？该到那种会滑滑的地方。滑滑的地方是什么？冰啊！滑滑的。因为一代的时候不是有冰吗？会鼓。哦，没有玩过一，买了但还没玩。在空。没有哎、欸，它在空。秀秀好多精华，对啊。没有。他要蛋糕。要面粉、鸡蛋，再加切好的蜂蜜、胡萝卜或是巧克力去烤，懂了吗？别吵架啊！拿去烤。要拿面粉，我去拿面粉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？不能丢，丢不过来。收上台。没有没有，那直接拿去丢。你干嘛？你这鸡蛋是直接放的，你干嘛给我？哎、欸，巧克力去拿，巧克力去拿，巧克力去拿，巧克力。哎、欸，放错了！去拿巧克力啊！给我切。我操嘞！哦，还会收起来？会吗？我看到有人面粉地下啊，算了，该用那个。两个蜂蜜都好了啊！靠腰、哦！结果，不要靠腰，不要靠腰，不要动不动就靠腰，拜。好呗。我在吃东西，腰不腰？哎、欸，可以好了，可以烤了吧？可以了。因为他把我关住了。结果，透明人要抓你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那个好了。时间没有到，哎、欸，对耶，你们的时间没有在倒数哎，有啦、欸，有了，一直是四分钟，刚刚没有在倒数哎，嗯，啊，赶、欸、快下一个，了，要拿那个玩啊，是不是送菜单之后就开始倒数了？当时，哎、欸，锅子在里面哦。我被困住了，救我！等一下，不知道倒掉了、啊。熊猫，你在闹的吗？我被拉住了。不要吓我啦！不要听我解释，我不要听你解释。这边救一下，这边救一下，这边救一下。烤鸡了。我要这个蛋，还有人类啦，被烧死哦！谢谢去了。等一下，那个，胡萝卜，有了，有，对不起，他在叫了，我也在叫你啊，还是你在叫，没有啊，还差什么？这个巧克力的蜂蜜啊，我刚刚蜂蜜扔不进去、欸，哎，不是你们那个做错了啊，这个呢，外盘做错了、啊，这个呢？你的发现那个是对的，这个错的，要掉啊！你把巧克力放进，
到。对不起。又是你。放回来，放回来，放回来，放回来。哟，盘子嘞？碗嘞？对。哦，好，看到了。蛋。放弃，诶、欸。去萝卜。透明人。哎、欸，感觉很困难呐、啊。蜂蜜，蜂蜜，哇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买呗。秀秀，你可以靠近一点。我靠不近。他被拉着啦。我没办法靠近。他被坏东西抓着。